大家如果看到刚刚的那个示意的影片呢，就大概知道，哎，对，我们这是跷跷板。反正呢，就是你在大概快两年前的时间做了一个冲动，然后导致你差点从鬼门关回不来。对，你可不可以先就是简单的描述一下当时那一前的状况？你为什么会有那个冲动？那一个冲动，其实那一阵子，我觉得玩的还蛮频繁的。对，自己觉得都一直有在进步。对，然后那一天的天气啊、海况啊都很 OK，perfect。对、心情也很好，我那天的状况也很好。对，我就觉得那一天我可以下，之前没有深一点点的深度。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安全的深度啊，因为之前差不多就是16附近。对，就是安全范围、啊、有点想突破到二字头了。对对 对, 對，那天带朋友我还是刚接触，我们就是选好定点之后，我觉得那天我的状况还不错。我也知道会有风险，但是我还是觉得那天应该不至于，对，不至于那么严重，真的就一潜而已。刚好伙伴没有能够跟你到同样深度的人，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那一整潜的心路历程吗？那一潜，我在准备好所有的动作，我有自己确定一下周边是还是有其他教练群在代课。对对对对，其实那一潜到碰地的时候，身体其实都没有什么异状，完全 OK， 完全没有。那是人生第一次到20。对，平压身体也没有任何，都很 OK， 也没有呼吸渴望，完全没有。我到底我觉得状况不错，可能有做一些错误的动作，我有在下面滞留。我觉得下面是我没有到过的地方，我觉得想探索一下。对，我觉得我想要探索，我有在下面停滞了大概10秒左右啊，就是绕一下，看一下下面的生态啊，然后才折返向上。然后在这上来的过程中，上升的状态其实也没有什么呼吸渴望。对对，然后直到我出水面，我觉得我安全的，我把我的呼吸管咬回嘴里，我要开始恢复呼吸。对，恢复呼吸，然后回到那个伙伴的身边。 对，然后中间就没有意思，完全没意思。准备要游过去的时候，然后中间就 BO 了，结果中间后面的事情我就那我中间的空白的事情是后来救你的教练来告诉你的嘛，对不对？对，那个教练你要不要跟他讲一下，他叫什么名字？明谦教练。明谦教练后来他有跟我叙述一下那时候状况，他说他在上课，然后就瞥到有一个人上来呼吸了，结果又掉下去了。对，然后他就马上过去看你的状况，你大概沉在2-3米左右的地方。对，然后他就把你救起来。对, 对，而且你是咬着呼吸管。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确定我出水面安全，然后我折返的动作，所以我是折返的时候 BO 的。对，所以其实他如果没有瞥到那一眼，你就一个人沉在大海里，没有人知道。对，就一定是灌水费劲论，然后基本上就真的就对，可能回不来。对，其实就是这样，蛮可怕的。你那时候的心率，医生也说状况要观察，有点不稳定，而且我们都知道你那时候其实因为咬着呼吸管，所以有一点点进水肺浸润，你被救起来的时候是可醒的。哦，对，其实那时候就已经肺泡已经可能受伤破掉。对 对, 对，因为我是咬着呼吸管，然后昏迷，嘴巴那时候可能咬很紧。对，然后昏迷之后下潜，身体自然的下降是。呼吸水就直接从呼吸管进来，直接灌进去，是畅通的。嗯，直接畅通到我的肺。所以其实肺部那时候可能已经是满满的海水。哦，干，超严重。对对对，那时候是应该是这样，因为有照 X 光。那时候的肺是几乎都是白色，几乎都真的被海水都是白色。对，因为那时候意识是清楚。对，但是医生看是觉得很严重，所以有签一个切结束之类的东西。能够走过鬼门关，其实也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小猴他平常心率就比一般人还要低，然后耗氧量也比较低，所以才度过那个很肺功能受损的状态。
对，我以前也是练游泳，所以可能背的套氧就是可能稍微效率比较好一点，可以比较呼吸比较少就可以，对之类，所以不要做太大的动作，都还有办法维持心率。但是你其实那时候很明显感觉到自己其实有点喘，是非常非常。我只要走一步路的力气，或是踩的这个动作，我的气就接不上，我没办法动，我需要靠我的伙伴，他们把我拉上车。我只要多一步两步，然后出力，就是我的呼吸就是接不上，就是随时会可能昏迷之类的。对的，我只能停在那边不动，用剩余的氧气好好的专注在那个呼吸上面。对啊，你真的是从鬼门关走出来啊！对，真的是这样，因为真的没有瞥那一眼，我们就看不到你，你今天也不会坐在这边。对，然后或晚个十秒、十五秒，可能肺又更进的更严重，或者是真的是时跟时间赛跑，也有可能变植物人，也有可能昏迷、脑死，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对，蛮可怕的。现在想想真的是蛮可怕的。我跟小侯其实是自由潜水的第一个前伴。哦，对。我们好几年前，我们那时候自由潜水其实不盛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土法炼钢，每一周都去练潜水，然后我们练我们的闭气，练我们的深度，懵懵懂懂。可是那时候至少我们有彼此，可以看到。对。但后来因为我们就各自有各自的朋友圈，我就是去精进了自己，就上了潜水课。对。但是小侯他是算比较勤俭持家，他就喜欢存钱的人。对。他就觉得，哎，不至于要到上潜水课吧？对。兴趣玩，兴趣玩就好了。对，可是因为他运动细胞其实很强的人，他就是多多少少会想要追求一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想要突破一下。所以我觉得人都有不完美的时候，都有一个念头鬼迷心窍的时候。没错，对，就是为了想要追求自己的一些进步或是什么突破点吧。对，我们这次就是想分享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其实都在平常都算保守的人。非常保守、啊，对，非常保守。我们很安全，很安全，我们很安全。对，但是总会有一个时刻，就是哎呀，暑假快过完了，然后我真的好想要潜一下一个深的，可是没想到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没错，没错。然后我有认为那个教练瞥到你一眼，是你的守护神，你的守护天使提醒了你，帮助了你，让你命不该绝。那既然你解回了这条命，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因为接下来也很多人会去潜水，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冲动或可能，但是切记真的你一定要潜伴，然后呢真的要有够足够的潜水知识，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就去上潜水课。没错，然后会对自己想要去追求极限会比较有效率，也会更安全。没错，因为毕竟也是一个专业的东西。确实，对，也是因为你不太知道大气压力在可能20米的时候，氧分压就是会让你的呼吸渴望变得很延迟。嗯，然后你以为你身体状态还蛮 OK， 都已经压缩，对，那真的是蛮专业的潜水知识。所以当你要挑战更深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知识去挑战，你才会真的安全。这个走过鬼门关的感觉跟领悟是什么？我觉得真的是要把握当下，是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要注意的是那个安全，真的很重要。对，该有的牵绊啊，然后不该做的行为啊，那些事情我们都千万不要去做。我们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挑战，但是一定要在所有的条件都充足下，尤其是挑战，对对对对对，极限运动，极限的时候，你不可以自己去挑战这个东西，对对对，你永远没有办法战胜它，对。其实你也豁然了，啊，对啊对啊，我不会再一味的追求说，哦，我今天的下身高多少啊？太执着，不执着了，不用，对啊，不用去执着这个，时间还很长嘛。对，那个永远都在，海永远都在。我们只要好好的、舒服的，对，在这个环境去享受，跟着朋友啊，不要去想硬要突破这个东西，对，对啊，出来玩就是这样，安全第一。好，
今天呢很开心，就是做了我的这个这一系列的第一集。然后我其实身边有真的像小侯这样的朋友，然后也有认识一些人，他们从鬼门关走出来，这就是他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记。然后在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提醒自己很多东西。那我也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带给大家。好，谢谢各位的收看。然后呢，也很开心的，我跟兄弟可以两年后在海边，我们刚刚也去潜水，继续体验我们的人生，但是是用更安全、更不着急的方式体验这些大自然。秘境猎人许凯会再继续为大家呢带来这些精彩的故事，可能是走过鬼门关的，也有可能是生命非常有斗志的人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我们下次见，拜拜。